博物馆这边呢，是一个连江县杰出艺文团队109年的成果发表。而连江县这边有非常多的杰出艺文团队，而这些艺文团队呢，都跟马祖的民俗文化以及你们的特色息息相关，跟我们一般呢在台湾本岛碰到的杰出艺文团队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与会贵宾，首先让我们欢迎连江县的县长刘增应县长，欢迎县长。再来是我们连江县政府文化处的处长吴小云处长，欢迎处长。洪文老师呢，是我们北藻星戏剧团这次的编剧老师，也欢迎洪文老师来到现场。是的，那么节目呢，今天有非常多很好看的节目，我在这边呢还是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杰出艺文团队。我们做的节目呢，大多呢属于比较偏舞台剧的类型，跟音乐剧呢有点不太一样，待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等一下的演出。那么首先呢，我要先接受大家热烈的掌声。今天的演出第一个节目是由我们的连江县少年儿童合唱团带来精彩的节目，让我们掌声欢迎。刚刚那两首曲目，第一首曲目呢叫做《金银花》，第二首曲目呢叫做《百年女神》。哎，《金银花》，大家你们知道在马祖地区哪个地区看夕阳最漂亮吗？天悠扬，天曲响，我所有路，从所偏我九朵海。就多半所起我心眼泪我所流动东亚的所流动吸引那地空多满落到天空装过给我求给你可能慢读音啊对于妈说了，我们刚才你都演了。可怜妈，可怜妈，今天妈一点没呀。啊，要我们每周练读，我们该哪里哦？你弟弟给哪一个谢酒？读业谢好，这酒谢主要就用出黑。这数你好哎，读业谢女啊。我卡丘没力个，老不记得哎，今天谢啥了？在
借给我们是吧？哎，好，是，好好好好。要还给我们吗？啊，都天成啊！哦，好好好好好。老屁的，红娘包我们了吧？明天搞老屁的，后面可看见红娘仔呀？好了，阿伯了，阿伯了。我以后不会再讲方言了。哦，不是，你呀、啊，不继续升学的话，你该不会一辈子都要留在这里捡猪菜卡恰吧？我妈教我考地话，我估已经够好嘅咯。啊，真的？我妈讲苏炳添妈送过。这么快？嗯，我估佢脑已经开会头好咯，家连好佢抢钱咯。还能压拉嘛用呢？没说完我你练的哎，加班哎，挺闪的，没来钱。赚这么多，那你哦，谢谢你啊，哦、谢谢你班长。哦，哎，班长要不要命啊？我真的不用不用不用，很谦呐。不用。那个前面啊有那个学校毕业典礼，我去光顾一下。不然我挖也可以啊。啊，那就算。那马主任讲方言还是赶不过来啊。班长不买了。啊，不要。哦，好，再来。瑜伽夏威夷假地方。人民币急需啊！你今日都要扛好扛啊！哎，老屁爹是老大诶，雕学春剑，阿里安阿里那个英文姚剑何德居啊！老屁爹啊，看老屁爹这么出名啊，你就经济呢？啊，过段毕业，将侬头棍肉也卖好了哇！顶多公阿舅啊，木棍牛水都阿做啊！头棍肉也进攻啊！公阿聪明就火力呀！头棍肉开始就打从。哥哥，你要买冰棒吗？一块钱，谢谢，谢谢，可以拿着用还我啊！老师，你要买冰棒吗？好，来，一支一块钱。说呢，欢迎洪老师，还有小绿导演在我们后面控台来 cue 我们的一些 cue 人，也谢谢小绿导演。那么在这边呢，我要请我们好不好看？这个是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啊、就是把我原来写的在《马祖乡音》里边的一个故事，把它改编成一个短剧啊、在舞台剧的演出。我们谢谢爱乐的。这个小绿导演啊，林正勋小绿导演，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呢，把这个把飞脚星剧团把它结合在一起啊。大家如果眼睛仔细一点看的话，你会看到那些道具，你还以为是真的那个黄鱼跟把那个红花跟把那个夹走了，就自己做的啊。所有的道具包含冰箱等等都是自己做的啊。像这种我们在地的。对戏剧有兴趣的，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啊！这个这么短时间之内把这个剧。Yes, sir.
除了平常呢坐坐办公室上班之外呢，还可以有展现自己身体活动筋骨的时候。我们再给台上的小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舞蹈团。那我要请舞蹈团的小朋友呢往你们的右手边稍微站过去一点点。同时间呢，我要请小朋友来，小朋友你们先坐下，第一排小朋友帮我脚打叉叉，第二三排小朋友帮我手手摸膝盖，好，戏剧团团友们手手摸膝盖，好，那现在呢，我也邀请今天的与会贵宾，我们的县长王朱朱。